我觉得司法不正义，无意的去羁押柯文哲，柯市长那时候跟沈庆金董事长其实并无关联，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。Thank you, everyone. Every Taiwanese, I am Irene.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, I want to say, 司法不公平。基于我觉得都市计划跟都市更新的问题，我想跟大家聊一次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它叫做都更；2000年的时候，它叫都市计划。那我觉得今天公司的所有机密，包括了中华工程的机密，都在文章、新闻、报纸上面闹得我们国家的机密全部都被透露。我个人非常不能 agree 这件事情，所以我现在想告诉大家，我觉得司法不正义，无意的去羁押柯文哲，柯市长那时候跟沈庆金董事长其实并无关联，所以这是我想告诉大家的。Thank you, everyone. 谢谢。